fail team。OK， 请要注意规则啊、哦。不过，请1758加油。大家好，我们是 Seasoner， 一滴血让爱蔓延全世界。根据官方数据资料，目前一天台湾血液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我们深入探讨之后发现，近三年来台湾的捐血人数呈现逐年递减，以及有超过60%的大学生从来没有捐过血。这个数据代表着台湾社会目前有漠视捐血议题以及被动捐血的现象。如果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就会有缺血的危机产生。因此，我们提倡大学生加入定期捐血的行列，让血库可以长保充足。但是，该如何让大学生愿意卷起袖子奉献出自己的热血呢？我们针对符合捐血资格者，推出了网络平台，记录各校的捐血人数，以群众力量激发捐血意识。针对不符合捐血资格者，我们推出了贩卖明信片的活动，让他们将想捐血却无法过实践行动的力量化为的理念化为实际的行动，以明信片传递关心。在2个星期内，我们透过了5大管道提供服务，之中甚至有数位的知名艺人为我们公开发声。在财务状况上，我们贩卖明信片的成本仅仅只花了365元，最后所创造出的价值则是高达了8.7倍。未来有序发展上，我们目前已经与血液基金会共同合作，预计于6月时与叶金川会长及代言人徐佳莹一同上台，将定期捐血的知识继续推广至校园之中。那这整个计划究竟为台湾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呢？我们目前的总触及人数上看3万人，拍照合影人数为217人，影片赞同率高达98%。我们由推广定期捐血，让台湾社会的漠视转为关注，将被动化为主动。我们是 Seasoner， 一滴血让爱蔓延全世界。好，谢谢，谢谢。对，彩蛋记得要捡走。你们。